老板有没有小本啊？有，要小本的。小四，小四。刚才没听见我叫你啊？没有。他们通知我明天去试镜，你要不要来？可以啊。你怎么了？没有。你好像很怕看见我，是不是怕别人看见我不认识啊？哦，太有意思哦。你是不是想到一些伤心的事儿？能不能告诉我呢？是不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讲给我听？现在可以讲了吗？好。Our guardian star lost all his glow the day that I lost you. He lost all his glitter the day you said no, and his silver turned to blue. Like him, I am doubtful that your love is true.你要干什么？我叫王爷还你啊，放好磁带里面。现在我们同命相连了，连泡命死的命运都一样。怎么讲？小马够狠了，我看你大概跟我一样，懒得跟他多计较了，偷偷泡走了小翠，
现在又在泡小明。多久没来啊？现在搞什么？你现在搞什么？我还会搞什么？妈的，你真的，小明现在住在我这里。什么怎么样啊？妈的，妮子嘛，就这么回事啊！给他吃好的，穿好的，鬼混一下，还能怎么样？好像不太高兴一样。不然你不要为了一个妮子有什么不开心的啊？怎么跑到学校来的？那是什么？不要这样，那是什么？掌纹裂出了释放的闪电，把时光。你是来堵小马的？告诉我是不是？不可以这样的。你在说什么啊？你不是应该在家里好好读书的吗？说的是我不知，可是我不在乎，因为只有我知道。只有我能够帮助你，我是你现在唯一的希望，就像家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还一直忘不了汉的，因为现在就是汉的。你的意思是要帮助我来改变我，是不是？你怎么跟别人一样？看错你了。你原来跟那些人都一样，对我好就是想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，这样你就安心了，是不是？你太自私了。要改变我，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，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没有出息啊，你没有脸，没有出息啊。站起来啊！站起来啊！